下一个准备进场的是由严先元老师所率领的印一甲班。印一甲分成了两派，一边是由北屯区街舞小王子带领的芝麻街舞团，另一边是汉西跆拳道馆带领的复健跆拳族。双方人马不是颈部以上瘫痪，就是小时候撞到头。其他班就决定谁要拿第二名吧。谢谢这么精彩演出的印一甲班。